花小楼来自于三角门，他是虚空龙族的主人，也属于虚空一族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在我们主页图中可以看到花小楼驯服了虚空龙族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虚空龙族和虚空兽它都是有角的，并且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以看到花小楼的表情非常的开心，之前它的表情可都是不开心的，包括它拥有皮肤以后朝露繁花也没能让它开心。小伙伴们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看到虚空龙族和虚空兽都是拥有角的，所以说这个虚空龙族很有可能就是虚空兽的老大。小伙伴们，并且我们发现自从花小楼驯服了这一只虚空龙族以后，他好像心情非常的不错。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含有九霄金龙有两只，小伙伴们，并且虚空龙族它属于三角门里面出来的。我们发现虚空龙族和之前封印的虚空兽都是一样的，同时都拥有角。